锅哪些部分不能吃？田螺生活于湖泊、河流、水库、池塘及稻田内，尤其喜栖息于水草茂盛的水域，肉味鲜美，风味独特，营养丰富。田螺有两部分不能吃：一、田螺尾部及屁股，那是它的内脏，比较脏，一般寄生虫、细菌都在那个地方，有时候也会有很多田螺卵，也是田螺的排泄物。不建议吃，口味也不好，最好清洗时就剪掉。二、田螺尾部是排泄物，食用后易吸附在消化道壁上，不易消化，并且容易引起人体肠道不适。